们要很认真看待这个事情。现在平手了，你们要继续输下去是？你们打过比赛能看吗？讲真的能看吗？我们今天打到哪一次快攻？我今天先发，我本来要排逸翔跟全哥，对不对？你说他能丢右边，我让你丢，你有表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今天你上场，或你上场，或你上场，你们全部人上场，你就有自己的责任。你比赛就这么现实嘛，对不对？打不赢别人练嘛，再练嘛，再练嘛。你不是来玩的，你们在球场上会没有自信，就是因为你们练习的分量没有办法支撑比赛的强度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来就是竞争嘛，讲难听一点，运动就是竞争嘛。你要么比别人好嘛，要么我输了比你练，我比你苦练嘛，我练到你话都讲不出来。要不然我们怎么赢呢？我问你，我们怎么赢呢？你换谁都一样嘛。你们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们一直输？有没有听到了？有有。